几乎台湾每一个家庭都受过诈骗讯息，每年遭诈骗的金额更高达两千亿元，快要可以再播两次的五倍券了。近年来，我国诈骗犯罪严重，甚至于被称为“诈骗之岛”，人心惶惶。首先，我主张引进欧盟的 GDPR。 也就是欧盟的个资法，台湾的个资法落后先进国家三十年以上，而欧盟的个资法已经有超过五十个国家采用。我们只要经过修法，就可以让民众成为自己资料的主人。我们有严重的治安外泄问题，诈骗集团能够很容易的取得我们的个资，尤其在疫情期间。 我们都留下许多的实名资料，你们知道这些资料都拿去哪里了吗？修法后将能有效保障人民权益，不管是国家、政府还是企业，都必须更严谨的表保护各自资,资料，避免资料外泄。第二，打诈要同时上下游进行，才能有效解决。 台湾诈骗的问题严重到另外一个原因，就是因为政府掌握不到诈骗的所得90，百分之九十的诈骗也是透过虚拟货币转走。执政党到现在对于虚拟货币的交易管制以及洗钱防治管理，距离国际的标准还差得很远。将虚拟货币纳管，不只是能增加政府的财收，也可以保护纳税人哦。 做好治安保护，我们也将有要硬体纳入规范。从个人到国家，治安都息息相关。在数位化的时代，治安已经能够在实体的世界上造我对我们造成影响。在二零二一年，美国的石油运输管线曾因为遭骇客侵入而瘫痪。你们能想象，假设台湾的高铁？ 控制系统被骇客侵侵入会发生什么事情？大家是否记得去年众议员佩洛西访台的时候，我们有许多重要的政府网站都被瘫痪了好几个小时，而我们在民间的话，会及时就能恢复才对。台湾在数位间时代的尖浪，政府必须要完善的各资管理架构。 在国际上，虽然已经有许多的立法得值得参考，但是我们的政府却连抄都不会，只会在原地踏步。台湾的经济要维持发展的动能，推动数位转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策略。我们只要用制度把土壤固好，好的种子自然就会发芽。